2019年4月23日15:05文，记者苏明汉。图片来源：翻摄自 MOTORE 品牌策略全面转。像 SUV 的福德，除了推出新一代酷家之外，更准备带来一款全新休旅，绰号为芭比。布隆科高层透露会是酷家的越野版本。近日最新消息指出，福德有意采用斯科特作为新 SUV 的车名，预计今年就会问世。本月15日，福德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斯科T 与布隆科斯科特的车名，虽然车厂申请的车名不见得会使用，但外媒 MOTORE 认为，这很有可能就是绰号芭比布隆科的全新休旅名称。另一个车名则是用于较大型的全新越野休旅。让福德申请斯科特新商标，有望是绰号为芭比布隆科全新休旅的车名。真对这款绰号为芭比布隆科的全新休旅，福德产品开发副总裁豪塔恩指出，可以视为酷家越野版，拥有比 K 加更高的离地高度，以及粗犷的外观和角度更垂直的挡风玻璃，同时又和福卡斯酷家采用相当平台打造。透过之前福德所公布的相关照片，外媒也绘制预想图，整个车头不像酷家采用最新家族化设计，水箱护罩面积较小，整体轮廓更加方正，搭配上大型字样的洛哥，越野气息相当浓厚，车内空间预计也会比酷家更为优异。另一款大型越野休旅的车名则会是布隆科斯科特。另一个布隆科斯科特车名则较为明确，预计就是先前被捕捉到未装测试罩的全新越野休旅，和现行拦截越野元素，特别采用加大的水箱护罩以及头灯，避震器特别采用加长式阻尼筒身，赛弗椅霸力十足的大铝圈，来强调强悍的越野能力。动力预计采用 2.7 升伊科博斯特涡轮引擎，搭配七速或六速手排变速箱，其最大扭力可望有突破60 kgm 的出色表现。原厂宣称新车会在2020年亮相。成为粉丝看更多汽车情报，大于自由时报汽车频道粉丝团看更多卢克根 S5 GT GT225 预售价，车系编程出炉。2019年度十大新车内装设计榜单，新一代尼萨埃特拉正式问世。还想看更多新闻吗？欢迎下自由时报 APP。 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，共90000个中奖机会等着你。 iOS 载点 https://bit LTN 下划线阿普斯托尔 Android 载点https://bit.ly/LTN 下划线 GOOGL 爱普莱活动办法 https://DRAW LTN.com.tw/SLOT 下划线 V8/莱斯布洛克阿兹。